我来这不太就是俩眼儿，至少俩眼儿。你不管露没露，都给你扎露了。就这玩意儿戴在手套里头，你想怎么处理？那大概你说怎么处理？我说怎么处理啊？那我就报警就完了呗。我跟你说了要求，你也不同，你也不同意。我在你家不是一回了。我就跟你说了以后，我把你那个你来补胎，我就免给你弄。那就光我呢？这玩意儿你有多少？这玩意儿我就没戴多长时间。我刚来没多长时间。你可拉倒吧啊！你看大哥你呢？那我就直接报警就完了，好吧？你看他们怎么处理行不行？大哥别那啥，我也是打工的，我就给你以后都给你弄不就行了。我操！那我今天要是不发现呢？我基本上补胎就来你这儿，咱也不是多熟。我让别人过来补胎了，也是俩，干上我的都是俩，对吧？你门清。大哥，那个你来肯定是有一个有毛病，我也就最多给你大一个。这个玩意儿就藏在手指头里，戴上手套，来了就给你扎漏了。